我跟你过了20多年，从一无所有，为了生个儿子，给你生4个孩子，生小孩都是我自己生，包括这个小的，我自己生，自己捡起来的，医院都没有进医院花一分钱。我是怎么做到的？生第一个，你妈伺候20天；生第二个，3天小孩生下来，是我跟我妈妈两个人生下来，妈妈捡起来3天；生第三个18天，你叫我过来，我抱住小孩坐了3天3夜到广州。生第四个这个小的，我10天回家，座位都没有一个，坐到那个洗那个厕所那里回家。最后这一想一想，我心里有你还是没你？有这个家没这个家？你告诉我。你先说完。你安先生什么感觉？这是在我们穷的时候是这样，好过了就变了。谈及过往，朱女士泪如雨下，他为自己感到不值，而范先生却偏执地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妻子变了。那么他们之间到底谁对谁错，谁的问题更多呢？让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。